不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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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些不孝商人想出来的噱头，用的油啊，全部都是那些内陆黑心商人贩卖的黑心油，吃了会生病。对对对对对。哎呦，你们金马怎么不吃快点？咱们已经吃了呀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到底是什么事？快说呀！啊，对对对对，这岳将军呐，冤死牢里的消息呀，传到他母亲姚氏的耳朵里了。这姚氏啊，痛哭了三天三夜，把眼睛都给哭伤了，已经接近半盲状态了。不过还好的是啊，姚氏年迈患有痴呆症，常态性的失忆，哭完之后就忘记自己儿时已经死掉的消息。哎，有时候善意的谎言还是比较好，不要告诉他真相。这也是我赶来这的原因。姚氏啊，已经忘了他儿子已死了，他竟然踏上前往京城的寻子之路啊！哎，你想想看，要是他到京城来啊，再一次听到岳将军的死讯，那可真的要把他老眼给哭瞎了。对呀。怎么办呢？这事实总要面对的嘛。他在哭瞎之后呢，肯定是愤愤不平了。姚氏老太太呀，只要情绪一到，就会使出她那个独门绝招——九尾鹰针。你想想看，一个瞎子在这京城闹区里面使针乱扎，搞得这天下大乱，要是惊动了圣上，那还得了？对呀，所以我家老大就是希望在座的各位可以等姚氏入京此地之时，竭尽所能的去阻止他上京城。对对对对对对，看我们什么事啊？他只要一来到这边，看到满街都是油炸情况，他一定就知道怎么回事了。对呀，小黑，是，你去塞几个罪名给那油炸情况的，带回去。是，几个罪名？你偷匪，跟我回来！走，冤枉！带走！各位有劳了。哇，哎姐，事情好像很严重哎，那我去告诉姐夫跟小十号。去归去，但是我先按。我先。这位纤细的公子啊，请问一下，京城是往这儿去吗？这位幼稚的少女，真是。谢谢啊。瞎子去京城，他该不会是？岳回文啊，娘来找你了。真的是他？不行，我要留住他。是啊，太划算了，不吃白不吃。哎呀，哎，这位姑娘啊，您说免费吗？嘿，是。那顺便给你借个茅房啊，憋死我了。好的，好的，请。谢谢，谢谢啊。里头的，待会我上茅房呀。老板，眼睛好，真的没有优惠吗？你慢慢等吧，你。不行了，牙齿不行了，吃不动包子了。
谢谢各位的好意啊，不过我还是赶路去好了。哎，等，哎，凤凰，这么快就要走了，您吃不了东西，何不住一晚呢？住宿也免费哟。啊，这样啊，那不住不就吃亏了？哎呀，不行啊，我看呢，我还是去找我儿子好了。你们知道吗？我儿子啊，就是抗金名将岳辉。许多人可能知道啊，他这个善打女真人，但是啊，大家可能不知道，他还是一个出了名的孝子啊。在家里头啊，我都拿他练习我的九尾阴针，他从不反抗的。伯父啊，我知道你思念孩子，但夜晚气温骤降，您何不住一宿呢？这，可是，你们几个是孝子吗？我讨厌不孝的人哦。要是你们都是孝子的话，我才愿意住一宿。婆婆，您牙口不好，吃不了东西，但没有关系，我这有奶，您喝吧。乳姑奉亲不待，好一个二十四孝啊！不能喝，这奶有毒。我是在救你呀、啊。那婆婆，我们赐鱼好不好啊？我们客栈外头有个小水池，里头结了冰，里面有好多好多鲤鱼，我去为您卧冰求鲤。啊，好冰啊！哎，婆婆，您看看我。你在做什么？啊？采一鱼青啊。好好笑。不行啊，老六，换你了，快点。嘿，等街头卖艺不算是孝子。哎呀，不行啊，换一个啦。老婆婆，那你刚刚有上茅房吗？有啊，最近身体不好，拉了一点啊。我去尝尝。哈哈，这也搞太大了吧？什么？为情场分。好了。其实啊，你们也都算是这个蛮孝顺的啊，我就住一宿吧。老刘，啊，骂我？骂你？你犯贱了？你骂呀！这我两回想过三把火，怎么样？有感觉了吧？哎呦，不行了！你骂人真没有杀伤力。你江捕头，你县太爷，你朝廷兵官。好了，别浪费眼泪了，赶快啊，滴两滴在笋子上面，然后赶快端上去啊，给岳飞的母亲啊，然后告诉他说啊，这是你哭煮生笋来的。不要再哭了，待会你会衣服脱光光去卧冰求鲤了。我江捕头，县太爷。哎呦，这是你在干嘛？我在喂蚊子啊，把蚊子喂饱了，它就不会去叮婆婆啦。老六，这什么等级的茶？你想疯？住了一个晚上，睡得真舒服啊！席子很温暖，吃了很多的笋子，而且连一只蚊子都没有。真的是啊，谢谢两位的招待了。哎呀，太舒服了，感谢你们了。哎呀，这下子啊，我真的该上路去京城了。怎么要走了？哎，这里有很多孝子要伺候你啊！哎呀，你们真的是孝子没有错啊。不过啊，比来比去，
当然是自己的儿子比较贴心嘛！我要赶快去京城找我的好儿子了。啊，不可以！为什么不可以啊？啊，因为你儿子他不在京城呀。可是他的官府在京城啊。啊，他上战场去打女人去了。打女人？不，女真人。啊？可是今天大过年的，他还在打女真人的战场，这。这不对劲啊，这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？哎呀，我看呐，我还是别去京城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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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去战场。江湖。你看到我就怕，手脚发麻，我的我拍手腕就是比你。江湖。我看呐，我还是别去京城了。哎，对对对，请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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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要去战场。啊！我担心我儿子，我去战场上他找他也不对吧？你的儿子，你大可不必替他担心嘛。他那个抗金兵法无人能挡，肯定不会有危险的。你们啊，想要骗我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妈，你误会了，我们没有撒谎啊！休想瞒我，看我的九尾一针！啊！我现在已经扎了你们的中枢神经穴，你们已经动不了了吧？说。你们是不是把我儿子给藏起来了？没有，不说是吧？啊，回战！回战！来说，为什么不让我上京城找我儿子啊？不说啊！怎么样啊？要是不想要哭死或是笑死的话，赶快说为什么不让我上京城啊？因为你儿子他来过了。他什么时候来过的？因为你祖满睡得甜，他不好打扰您，所以他就走了。你们怎么不叫他进来呢？因为他说他要三过家门了不入。那是大雨。他说他没有银子付住宿费。朝廷不是才发了什么消费券吗？因为他说他要赶路，他今天一早要带骑兵团千里行军。今天是除夕啊。我的儿子怎么没给我这个老母亲拜个年呢？这好，我现在就去骑兵团骂骂他。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婆婆呀婆婆呀，婆婆，你先把我针拿掉，我好跟你说呀。哦，我瑶瑶，你不能重女轻男呐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嘿，这。哎，婆婆，是这样子的，他们想必已经出发了呀。出发了？我儿子居然忘了我这个老母亲，我可恶我呢！我怎么这么贫苦？老六啊，你赶快想办法！天瞎了呀！哎，那个玉老母啊！他没有忘记啊，他昨天才说啊，今天行军经过此地就要给你拜年了。真的假的？那我得去外面等他。哎呀，你疯了，司老六，我们去哪是个岳将军给他拜年呀？哎呦，那你叫我想办法，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吧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怎么弄啊？行军拜年，骑兵团。我想到办法了。婆婆，这个是这个
这个是我们家月儿过年的时候最喜欢吃的饺子，我特别帮她准备的。还有上面这个是红包，是要送给我们月儿的。现在啊，就是差我们家月儿跪在这儿跟我磕头拜年了。哎呀，好，那我去看看那个骑兵团来了没啊？哎，妈妈烦你了。哎呦，婆婆呀，好像来了耶！真的来了吗？哎呀，瞧，那不是岳将军吗？他来拜年了。娘，月儿给你来拜年了。月儿，饺子，月儿。婆婆，哎，是这样子的，骑兵团赶路，岳将军无法耽搁行程，所以您就让他们尽忠报国去吧。啊，可是这。饺子你拿去吃吧，红包啊就当做这几天你们照顾我的点小意思吧。我现在啊听到月儿的声音，我也心满意足了。没错，是应该让月儿啊为国尽忠的。我就先回去了。岳老木啊，那个岳将军的马跑得好快，我都快追不上了。咱们帮婆婆整理东西吧，婆婆要回去了。那太好了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怎么不多住几天呢？别麻烦你们了，那我听到月儿的声音啊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我走了。哎呀，那个岳将军是很思念你的，岳老夫啊。岳将军不是死了吗？死了！他刚刚说我的岳儿死了，岳儿刚不是好好的，怎么已经死了？我回来了！哎，恭喜啊，除夕嘛，恭喜啊！你是回来拿年终奖金的？不是，哎，别这么说。这位是月儿。江湖是回来拿年终奖金的？不是，哎，别这么说。这位是谁死了？谁是月儿啊？哎，这个东西，水饺还有红包是你最喜欢的，娘帮你准备的。哎呦，想死娘了！他把小飞认成岳将军了，让小飞装下去。将计就计了。哎，岳将军啊！哎呀，大驾光临，喊声蓬荜生辉。哎呀，哎，到底谁是岳将军啊？你呢？好想你呀、你这个有你的话哟，想死娘了。哎呦，明白了吗？真的要我假扮岳将军啊？这压力太大了，万一穿帮怎么办呢？我说陈小凡，你这人心眼怎么这么坏？你难道要眼睁睁看一个可怜的老婆婆就这么哭瞎她的双眼吗？那要怎么装呢？这个岳将军呢，才高八斗，文武双全，你可别露馅了。才高八斗，文武双全，也难怪他会认错了。我想，以我陈小飞的文才，应该是足以胜任这样子的工作。最好是，就是。去厨房找吃的呢。哎呀，娘想死
你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你看看你，哎，这么久不见你，啊，瘦了不少啊。哎，来来，快快快，月儿来给娘拜年吧，啊。啊，对啊，将军，你赶快跪下来给你娘拜年了。说吉祥话呀。啊，哎。哎，这个娘眼睛不好，你跪近一点，跪近一点吧。啊，跪近一点了。哎，对对对对。啊，娘，拜年拜年啊。哎，好，这福如东海，哎，寿比南山啊，这是百年好合，驾鹤西归。你在胡说些什么呀，月儿？你是不是打仗打到头晕了啊？你以前每年拜年的时候都不会说这些八股的吉祥话的吗？你怎么了？你难道说你不是我的月儿？我当然是您的月儿啊！我只是呢临时被抓来拜年，没有准备好，不知道说什么而已啊。娘记得，以前呢你每走四步就能够念一段贺岁五言诗啊。贺岁五言诗！哎呦，这个对于才高八斗、文武双全的岳将军，那有什么难的呢？啊，没有错，没有错，我从小就是读岳将军的诗长大的，哈，此品仄之工整，意念之深远，还无人能及哦。好说好说嘛，来来来，文文，给他们见识一下啊。没问题，我走。我，新年真正好，早起看书报，我进房搂姑娘，上街放鞭炮。这是什么烂诗？你不是我的月儿。穿你的身体，你后面有刺字，是我亲手刺上去的，上面有刺字，你才是我的月儿。我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哎，怎么办呢？我问你们怎么办？你问我们怎么办？你要我怎么办啊？哎呀，就打死水棍杖，你就脱了给他摸嘛。长大的，你长大肉瘤跟着一起长大，让娘摸摸，你有瘤，你才是我的月儿。不是，这可是我，可是，哎呀，可是什么？你就让他摸嘛，他摸不到的时候，你再骗他说我手术动刀割掉了。真的有一个肉瘤哎。喜欢你还给人家肉肉这样子捏一捏，真的是我的月儿，你回来就好，你好开心。哎呀，月儿啊，你
上次给娘写信啊，说现在打仗又辛苦又危险的，兵又很难带，委屈你啦。娘，您就不必担心了啊。哎呀，娘跟你说啊，你这个岳家军500,000不是小数目啊。嗯，大家愿意跟着你这样出生入死，你不能亏待人家。哎，啊，这样好吧？你请几个将领进来，娘跟他们聊聊啊。将领，哪来的将领啊？就是你们岳家军的将领啊。哎，这小伙子不是你们的人吗？这我哎，老六，看来他把你当成岳家军的人。那你就继续演下去吧。哎，对，没错，他是炮兵。哦，很好很好。我听说这个岳家军来自五湖四海啊，小伙子，你哪里人呢？那是汕头人。很好很好，哎，再叫下一个进来吧。啊，快快快啊！哎，再去叫下一个进来呗啊！你，那宋怀英，上海人，很好很好，再叫下一个啊，下一个，好，下一个，赶快进来吧，啊，哎，大人好，我是来自仙岛蓬莱仙山的，哪里啊？这是台湾，很好很好，再下一个下一个，哎，下一位下一位，赶快进来吧，大人老人了，我是仙岛那个太阳子的了。很好，果然来自五湖四海啊，只是长相都差不多啊。不过我是觉得啊，这样子一个一个看太麻烦了，把他们全部叫进来吧。全进来？哎，不是，婆婆，这个岳家军向来是饿死不抢粮，冻死不抢房，他们不会愿意进来的呀。啊，这样子啊。那我去外面看他们。去吧去吧。奇怪了，月儿，娘，保佑我！那岳家军呢？怎么半个人影都没看见啊？有了，是这样子的，这岳家军呢，必须要时时隐蔽自己的藏身之处的。你看这方圆50里啊。看似风平浪静，其实处处都是埋伏着岳家军的啊！我打个比方啊，你比如说那边的树啊，还有那边的草地啊，还有那土丘啊，下面呢都是埋伏着岳家军的啊！甚至你现在底下踩的这个地呀、啊，都有岳家军埋伏在下面的啊！还有你看这胖子啊，这胖子胖子啊，你看他身体呀、啊、异常的肿胀啊，其实啊里面是藏了10个8个岳家军啊！岳家军无处不在呀、啊！这样子啊，真的是声势浩大。那可不是嘛，太壮观。不过。还是不太明白，他还有什么事不明白啊？我怎么知道？我已经尽力的败了吗？干得好！小飞，继续保持。我，你点呐、啊！你点我不敢点呐、啊！哎呀，你点呐、啊！啊、你点我不敢点呐、啊！啊，我就是不敢点，我才叫你点的、啊。我是不敢点才叫你点的。奇怪了。以往每年岳家军所至，向民间燃放炮竹以示恭迎，怎么到现在还没听见炮竹声呢？那是因为那个县太爷的新规定，不能随便乱放鞭炮。哎，胡扯！人家101大鼓塔每年都在放。岳家军来了！小石啊，媚娘，快来接见抗金英雄岳将军啊！啊，什么岳金啊？抗金英雄岳将军哦，这位就是岳将军哦。那刚刚外面那个炮是我们乡亲恭迎岳将军的吧？啊，对啊，岳妈妈，你听到了哈，你儿子真的很受欢迎哎。婆婆，婆婆，放炮过年了、他怎么了？李娃儿，月儿回来过年啊！这哦，
老伴儿，说宰的鸡去宰了没啊？李大厨，第二个多烧两道菜，今天要祭祖啊！快去快去快去！是，他，哎呀！各位各位，演你演你演你。哎呦，那老太婆是卡到音哦，怎么会叫我老伴呢？哎呀，我记得江捕头说过，他的记忆力好像出了一点问题。我估计他一定是被刚才那个鞭炮声吓到，他的记忆不晓得回到几年前岳将军他们一家人除夕团圆的日子，他把我们当成他的家人啦。啊，那这怎么弄呢？哎，我稍微整理一下啊。所以他把我认作是岳将军，然后呢，把媚娘认作是大厨，把小石认作是他老伴，把老板娘认作是我的太太女娃，把老板认作是，他把你认作谁啊？太好了，我没有固定的身份，那我可以脱身了。那我怎么办？你，哎，对哦，有你在，我也不可能置身事外。哎，对，那怎么办？可怜的老婆婆哟，她一辈子都不可能再跟家人团聚了，咱们就行行好，再演一次她的家人，跟她团圆一会儿吧。大伙儿跑哪去啊？哎呦，今天是除夕啊，大家很多事情要忙的啊。李大厨，你就负责烧一桌酒菜啊。我不会做菜啦。李大厨真的是爱说笑啊。老伴儿，老伴儿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哎，咱们俩啊，是不是应该要循古法，奉行家规了？什么家规啊？哎呦，沐浴更衣。江湖。咱们俩啊，是不是应该要循古法，奉行家规了？什么家规啊？哎呦，沐浴更衣。瞧你这个记性，你真的是啊！每年过年的时候啊，咱们两个都要共浴的。你这个死相，人家等这一天等了快一年了。走了走了，这好吗？这样子啊？哎，你这个小兵留在这做啥？我月儿在这边呢，还不赶快去站岗？啊！李娃儿，哎，你跟月儿也结连理啦，你们也一样奉行家规哦。我，小飞，注意点。咱们走吧，咱们走吧。今年就不必了吧？老伴儿，哎。老祖宗传下来的家规怎么能说改就改呢？今天我还要帮你擦背呢。这代价也太大了吧。好害羞啊呀，我做韭菜要弄死我。哎，黄小石，你沐浴更衣完啦？我老婆问你韭菜准备好了没。哎呦，我根本就不会做菜，怎么弄一桌韭菜啦？我老婆强调要丰盛。每次过年啊，你们大伙呢总会各跟我说一句吉祥话，然后呢就也换得我最亲热的回馈。老伴儿，你先。啊，老伴啊，你真是越来越漂亮了啊。
玩。换你了，婆婆。嗯，你真是女人美德的榜样呢。我的月儿，换你了。哦，娘，您真是一个很矮的，和蔼的老母啊！来，娘知道你喜欢什么，你过来一点，再过来一点嘛。你喜欢是吧？接下来还有你，我也要说啊。你是个小兵，你说什么吉祥话？我是看你面黄肌瘦，很少操的样子，20下俯卧撑。我想呢，也差不多，大伙准备吃菜了啊！李大厨，快上菜呀！啊，来呀！要上什么菜？就吃这个吧。馒头，就吃这个呀？我就只会做这个嘛，谁叫姐夫？那个小兵在部队里面管伙食的，都不来帮个忙。这平常也没吃这么差，这哪叫过年呐？哎，开动吧！娘，婆婆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该不会又要洗一次澡吧？你过年吃馒头，哎呀，夫君呐，年月不好，过年了，怎么一家子只能吃馒头啊？幸好啊，我还有一点奶可以给孩子吃。你就委屈别人孩子争，知道吗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知道了。我想啊，他的记忆一定是回到岳将军刚出生的时候了。这谁生个孩子来借给我啊？孩子呢？你快把孩子抱来啊，夫君！这要怎么弄啊？江湖。有我去哪边找一个小孩来假扮成岳将军的婴儿啊？哎呦，你想快一点啊！你娘子在外头等你呢。看来只有这样了。王老师，你脱衣服干嘛？我还问你，你穿着衣服干嘛？事不宜迟，我们现在就在这边弄一个小孩出来啊！你要死了，生小孩闹那么快的啦？解决了吗？还没有，刚开始。对了，小司拿一袋米。那来，接过接过。做什么啊？咻！好可爱啊！小司，你就骗他里面是个孩子呗。行吗？我没问题啦，他脑袋都迷糊啦，哈。老伴，小月儿来啦，我叫你带孩子来，你带一包米来干嘛？哎呀，行不通的嘛，这什么烂梗呐？哎呀，小辉，啊，坐下。坐，哦。
要干嘛？哎呦！就让小辉来搬婴儿吧。啊？哇哇哇！哇哇哇哇！好可爱哦！咕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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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咕！哎。消化呢？哇！古代啊，有这个古人含饴弄孙，今天呢，则由我姚氏嚼食喂子。这个臭婴儿怎么忤逆爹娘啊？忤逆爹娘。又来了，老伴儿，这么的月儿怎么又不听话了？送他去私塾念书，三番两次的给我们翘课，连背书的包袱都丢在地上，真是的，宠不得，宠不得了啊！老伴儿，他今天是不是过了门禁时间了？他真是该打。哎呀，他的记忆又回到岳将军青少年时期了。老伴儿，咱们上街去逮他！好！孩子啊！来，又逃学了，真是原谅不得啊！逃学？孩子爹，你打吧！我打，非常乐意。干什么干什么？我说孩儿啊，你就忍一下啊。这个双脚并拢，双手紧贴大腿，缩小腹，气急于丹田，以不放屁为原则。哈哈，老伴要打几下？这个孩子啊，其实他生性善良，只是说一时迷糊，我想给他个教训就好了。逃学五回，就打五下吧。五下是吧？就是说一数到五啊。娘告诉你呀，这一位呀，就是娘给你提过李王儿，两个长得挺登对的。不如今天娘为你做个媒，就把他娶回家吧。糟了，他的记忆又回到岳将军成亲那一天了。一拜天地。夫妻交拜。他收入洞房。我反对。哎呀，岳母的记忆回到从前，客栈大伙还会扮演岳家的谁？要如何让岳母安然返家呢？请待下回分解。